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请施一方委员质询。施一方委员，施一方委员，好，请郑天才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潘部长。好，潘部长。郑委员好。部长好，辛苦了。是，谢谢。今天谈这个有关学杂费哈，大专校院学杂费的调整的报告，在你的报告里头，也特别提到这个对于相关这些经济弱势的哈的一个辅助的怎么样去做一个辅助哈，希望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配套。上次啊有在这个场合啊有跟部长提到，原住民啊，原住民族的沿汉的大学的出在学率哈，是有30%几的落差。这个30%几的落差，当然是需要有一些整体的规划，怎么样去将这些落差，不管是教育程度啊，在学率的这些落差，要做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上次这个本席在这里所特别希望，我们潘部长哈，因为毕竟你在地方政府，服务过，不管是台中市，还是过去的台北县，这个原乡有原乡的教育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都会区有都会区原住民族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个整个教育程度的提升，或是大专学生的出在学率的一个那个大，就也就是原住民族大专学生的的一个在学的提升，都会跟这个也会其中一环其中一环也会跟这个学杂费就是也就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原住民的一个大专学生的这个辍学率辍学率比一般的学生高很多，而这个高很多的辍学率，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经济。那原住民族因为相关的这些这个升学的方式在1996年的时候做了很大的调整，这个调整是基本上是对我们不利的但是那时候是做了调整，是怎么样的调整呢？是过去我们原住民升学没有所谓的2%，现在就是要各学校各科系只能有2%的学生以前没有这样规定我们那时候开始只有2%，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本来很多都可以到公立大学的，结果因为有了这些限制，所以就很多都到了私立学校私立大学。我们谈这个学杂费，当然就会私立大学的学杂费当然是比较高嘛，对不对？这非常明确，所以这相关的这些，这个是一个因素之一了。然后到了私立大学，然后又因为经济的因素，去念大学之后，还要去半工半读，还要去念，一边念书一边去，筹措这个生活费、学杂费，当然书就念不好。所以就辍学率就大大的提高，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而政府的相关的配套确实没有因此而做调整。我们教育部虽然有这个针对原住民大专学生原住民学生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学杂费减免办法，虽然有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已经实行之有年了，非常久了。
啊，但是一直没有做很好的一个配套的调整，啊，譬如说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个升学的方式做了调整，啊，我们很多大原住民学生就跑到，啊，就会降到这个私立大学，学杂费就自然就比较高，但是这个学杂费的减免的部分呢，是比照公立的，啊，所以这个就造成这个问题。这个部长你觉得是不是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谢谢郑委员，哦，那么确实目前我们有几个辅助措施，当中一个就是减免学杂费了，哦，那这部分以目前的标准，哦，因为之前委员也在关切，哦，我也请同仁再做进一步的研议，哦，是不是，按照是以固定额或能不能再有一个以比例的考量，哦，那这部分因为也涉及到整个这个预算的这个需求，哦，我想我再请同仁详细的评估之后，在这部分呢，能不能再以往这个方向来做一个思考跟规划？是，对，这个部长，你这一次你是所有的部长最有空间的部长，怎么说？就预算层面来讲，你是最有空间的部长。在过去的部长是能够增加的非常有限，而这次因为在去年立法院修了法，啊，把教育的经费，啊，能够再增加很多很多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上次咨询的时候在特别，啊，请部长原住民组的部分要特别予以考量，啊，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啊，我讲过嘛，原住民族教育法本来明定原住民族教育经费是1.2%，是啊，1.2%的时候，都能够原民会跟教育部，啊，都能够编到1.8%多，啊。当我们修成1.9%的时候，前年呢，啊，修成1.9%，但是却只编了刚刚好1.9%，哦，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需要去做一个大大的考量，哦，譬如说这个部分。那因为以我们去年来算哈，105年就是这个年度的预算了，原民会啊，我们加了我们整个原住民族教育从1.2%变成1.9%，那原民会只增加了一点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部长可能不知道，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的很明确，就是说原住民族教育有分为学校教育。就是一般教育，啊，学校教育跟一般教育，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是在原民会，啊，但是过去留下来的一直都没有改，是怎么样？是像我们原民会针对大专学生呢，啊，原民会针对大专学生，这个也是从台湾省政府开始的，有助学金的，啊，但是因为他的经费都没有成长，没有增加，所以他也都没有成长。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部长是不是可以，特别考量这个部分？是，我跟委员报告，哦，以目前105年的预算大概是达到加移民会啦，应该是43亿多，哦，是1.92%，超过一点点。对，一点点。那对对，106年，这个我很清楚，哦，目前的筹编也会比今年再来酌增，哦，现在目前初步编出来大概也会比105年目前筹编的概算大概会增加2亿左右，嗯，哦，所以。我想委员关心的这一部分，啊，对原住民族的这个教育的投资，哦，我想教育部，除了在这个标准以上，我想我们也会几个重点的原住民教育的政策，哦，来酌增这些相关的经费，要请部长回去再大大的增加了，是，这是一个，哦，第二个，哦，增加的部分务必要用在刀口上，是是，哦，因为过去2年呢，啊，增加的部分去弄做校舍啊什么那些，哦，不是我们那么急迫，那个本来就是大家做都要做的，哦，好不好？要用在刀口上。好，是，谢谢郑委员，谢谢。好，谢谢郑委员，谢谢。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不在，请李彦秀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体育署的署长？今天有，来，
副署长嘛。哎，对，副署长。好，今天是副署长。啊，今天还是副署长到，是不是？好。副署长那一天，谢谢副署长哦。那一天在这个财审会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关注台北市办理市大运的一个进度哦。今天在电子媒体上又看到市大运的选手村，因为天热高温又起了火哦。这两天特别也看到柯文哲市长在媒体上之前在台北市议会的专案报告。柯市长说市大运办不好他就要切腹自杀哦，但是我想个人的行为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借口要去处理，但是不能因为柯市长办理的不好而让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的地位上定位上连一个体育活动花了这么多心思心血去争取的活动到最后在国际上是一个笑话。台湾在外交在国际上的地位本来我们每一步都非常的辛苦，能够站上国际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从过去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承诺人家我们要有一个50,000席的开幕的场地在大巨蛋，柯文哲市长对外说我写了一封信去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办哦，那封信到现在我是还没有看到过，我不知道市大运的主办单位有没有同意我们换地点，市大运的主办单位到底对于台北市在整个筹办筹备的过程当中人家心里有没有什么维持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目前为止市大运的几个新建的场馆两个看起来目前都是按照里程碑在走，落后的进度似乎也还好哦。但是16个修建场馆的部分其中有8个还在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另外8个好像也都还在进度当中，所以其实我对于台北市市大运能不能办理的好我有很大的忧虑。柯文哲市长可以不要政治前途，但是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不能让人家觉得是一个笑话。柯文哲了不起2年之后市长不要做了，但是我们光是参与一个 WHA 就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允许台北市政府的柯文哲市长不断的频频出包，我担心。所以今天我第二次质询你，又看到，当然这个火，昨天的火灾，当然责任或许不归咎在台北市政府这一次的督导的工程上，这可能是一个意外事件。但是我还是认为，体育署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于台北市政府的能力，我有很多的问号。我最近碰到好几个我们的政务官、事务官，原来都是台北市政府，不是跑到桃园去了，就是到我们中央来了。我说台北市政府的员工都快被掏空了，所以我认为市大运主办单位虽然在台北市政府，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央的体育署在这一件事情上，应该在督导的角色上，我觉得应该角色可以再更多，也不是说可以再更多，应该想办法再更多一点。所以副署长你可不可以回应我，我不希望你是用过去在各县市在办国际的活动来看，如果台北市是这样子的状况摆出，台北市政府是这样的状况摆出的话，你到底在办理2017办理市大运包括这16个场馆，你不要说一个礼拜前才刚新建完，连试办测试的机会，这16座场馆跟2座新建的场馆，连测试的机会就没有了，已经要办国际的赛事，出一个状况出来，那真的是国际笑话。一个大巨蛋，本来答应人家让50,000席的场次上办，已经是一个笑话了。如果在正式比赛过程当中还漏洞百出的话，这个脸我们台湾可丢不起。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体育署的角色应该要更吃重一点，因为我担心台北市政府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办好。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我所谓吃重的角色，你过去是怎么做？那如果面对台北市这样的状况摆出，你可以做怎么样更多的督导？好，报告委员哈，在体育署也非常重视这个市大运，那部长也非常关心，要我们全力来跟这个台北市政府一起合作把它办好。那现在目前我们是跟台北市政府有一个运作机制，你不能只用合作的态度。当然了，对对，当然中央跟地方是合作了。对对。那我们大概是有个双首长的会议，还有所谓的这跨部会的协商会议，还有所谓的业务平台会议。像昨天我们署长就带着我们一起主管，一起跟台北市政府执行长、副执行长一起来开会研议，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调、中央协调部分，我们都一起来处理。那这个部分我们、副署长，你不能等他问题丢出来，到最后是你善后哦。哎，我丢，我柯文哲丢出问题，我本来要募20亿，我最后只募1亿多，剩下19亿要你出哦。我的意思是说，欸，不能他丢出来，你就接球，所以我才告诉你说，现在有些问题你要先点他，这是你台北市政府要做的工作。我现在提醒你这些东西，我提早要改善，包括测试的时间，你都可能要挪早，不能让他这样为所欲，搞到最后变成是我们台湾的笑话，在国家在办比赛办到一半，选手已经上场才发现说，欸，哪一个地方场地是有问题的？没错，有关这个场地部分哈。所以你测试的时间，如果柯文哲告诉你说我要2个礼拜之前才可以弄得好，你就要跟他要求说，我1个月前我就要求你，我要开始做测试。诸如此类，因为这个是大运的细节，专业的细节非常多。我或许不是那么专业，但是体育署你就必须上紧发条。原来对外的承诺时间可能是1个月，你就可能要求他1个半月前，我们就要开始巡一次。那还有哪些问题该做？包括测试的场地也好，选手村也好，包括前一阵子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问题，你可能都要主动跳下来协调。那如果金额不足的部分，你要随时告诉他，这个东西我最多中央只能补助你多少，你最近可能要想办法加快，不然到最后，如果柯文哲他目标是募20亿，他最后只募2亿，18亿到最后就是你出。对，对，包委员，我们大概经费分配我们大概都谈好了，不会再增加预算给台北市政府。那另外我们的餐馆部分，我们都按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开一个协调会议。那目前进度，我们预计哈59个场地哈，预计最慢明年4月会完工。哎，跟委员报告一下。副署长，我苦口婆心给你建议了，虽然我现在是在野党哦。对。我认为你所有的进度开会的过程当中，权责的厘清，好，你每次都要写得清清楚楚。好。一要打个叫修马棍，责任到底是落在谁身上？对，是你没有督导好，还是他的工作没有做好？大家权责把它分清楚。当然，我认为站在中央的角度的立场，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把世大运办好为主。我这样告诉你的目的是，我们能协助的尽量协助他，提醒他。到最后真的有问题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拿到中央专案会议来去看怎么来去做协助。我不希望整个办世大运真的是把台湾当成被人家笑成是一个国际的笑话，还是要以中央跟地方合作为主。但是我们中央必须善尽及早提醒的责任，权责分清楚，拿一个时间点，我们再来有问题大家共同来协商，务必把这一次世大运办 好。感谢委员提醒，谢谢。好，谢谢李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好，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好，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好，接下来请尤美女委员。主席，还有我们说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潘部长。好，潘部长。有委员好。潘部长好哈。潘部长，您应该知道说辅大的学生的这个绝食抗议的事件吧？是。好，那刚刚很高兴，好像听到就是辅大已经愿意好这个。从善如流，所以他们也就是经过投票的结果，就是愿意把这个门禁废掉。是。
但是门禁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女生宿舍的门禁，好像不是只有辅大。事实上呢，根据调查，几乎大专院校有80%的对女生的宿舍都有门禁，可是对于男生的宿舍是没有的。当然了，我们会听到的就是说，因为女生的人身安全我们要保障，我们要照顾，所以当然应该有门禁，如果出了问题谁要负责。当然了，这个呢，我们觉得说，这个在威权时代的时候，的确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帮所有的孩子，帮所有的学生做知识做资金，所有的都把它做好。可是在这样情况之下，是不是也同样的剥夺了他的一个自主权，剥夺了他的一个管理时间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权利，以及呢包括说他自己呢这个自由的一个行动的这个权利。所以当然在这里就是说，所以同样的就是父母对孩子永远是不放心的，所以我们往往会帮他做了很多的决定，然后希望说我们把他铺成一条非常安全的路，他照着这条路走就好了。可是事实上呢，也很多的父母也很头痛，发现呢，你苦口婆心，你非常费尽心机的去帮孩子铺成的那一条路，孩子并不想照着你的路走，他想要走一条属于他的路。那我们也看见说，我们台湾的学生跟这个所谓外国的学生比起来，尤其当在大学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学生真的很多事情就是按部就班的，照着学校老师的规定这样去做。可是在外国你会发现说，他们非常的独立自主，然后很多事情就自己去搞定。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又会羡慕说，哎呀，你看外国的孩子多么的独立自主，那我们的孩子为什么都是什么事情都是唯唯诺诺的，然后不敢做主呢？因为我们整个一个教育体系没有给他做主的嘛，对不对？包括他的住宿，住在学校里面他都要给他的门禁，几点以前一定要飞回来不可，然后呢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那甚至呢，我们也看到说，有些学校呢，因为有些学生经济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如果你要有这个所谓的免费的，就是或是有一些优惠的住宿的话，那你可以来当干部。那干部呢就不能够有任何的违规，你必须要操性品性很好。可是只要他有哪一天他超过了这个所谓的门禁时间，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品性不好，所以就把这个优惠就取消掉。所以他可能整个学期非常认真的在执行这所谓学生干部的事情，那他目的就是说，因为家境不好，他需要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条件。结果呢，到最后只是一次的门禁就被整个取消掉了，会让学生觉得说，啊，你没给他喷笑，哎，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整个教育里面，你没有办法让孩子觉得说，我为什么而学，我为什么来学校，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头痛，也就在于说，孩子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孩子呢只是父母学校家长把他安排了一堆的他要去念书的东西，他不想念的这些书干什么，也不晓得这些考试对他而言，他只知道他必须考上，可他不晓得读这些书干嘛，对不对？他也不晓得说这些书在他人生里面会有什么作用。那这跟我们在威权时代一样嘛，背了一堆的标准答案，然后考试的时候把标准答案填在考卷上面，然后考完之后就全部都还给老师了。所以呢，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然后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主张，反正永远有大人帮我们做好，永远有标准答案在那里。所以今天解严之后，我们也新的政府上台了，我们也号称人权立国，我们也号称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大家都能够独立自主。所以呢，我想解除学校的门禁，这是第一步吧，可不可以？是所以今天虽然辅大解决了，但是还有80%的大专的院校，我们教育部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部分呢去要求各个大专院校？因为你这个也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的第14条，第四条里面规定说，学校不得因为学生的性别或性倾向而给予教学活动、评量、奖惩、福利及服务上之差别待遇。所以呢，学校的这个，我想学校的这个门禁可能就是说你们所谓的服务吧，对不对？我要照顾学生等等。所以你这显然对男生宿舍没有门禁，对女生宿舍有门禁，这就显然就是差别待遇嘛。那依照其实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的规定呢，这还有罚则的。教育部，你敢去罚吗？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刚刚谢谢委员对整个台湾在教育哈，尤其我们去凸显。希望让孩子啊成为一个学习的主体、哦、我想这个也确实是我们整个政策的一个方向、哦、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学生啊有参与体验、哦、也真的让自己在一个阶段呢、啊、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哦、我想这个是共同的目标。那刚刚委员也特别提到辅大这个案子、哦、因为这几天呢、啊、教育部也积极的跟学校啊
来做一个协助，我们也很高兴哦。这个早上啊，在透过校务会议啊，也能够达成这个学校跟学生诉求啊有一个共识哈、哦，解禁了这个学生啊七八年来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陈主委员所说的，教育部在看到辅大的这个案子啊也对相关的学校啊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调查跟了解哈、哦。那我也昨天也特别对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哈、哦。那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避免这个学生或学校在管理上产生认知上甚至一些冲突哈、哦。当然，我们都很了解学校可能基于维护学生安全啊、家长安心哈、哦，但是这个整个在做法上其实是多元的哦，也尤其是性别平等的这个普世价值也应该是要被确立啊、哦。那么因此呢，教育部啊会在近期会邀集啊相关的学校。校方还有我们性平的专家们以及学生啊，能够来共同为这个议题啊，能够做一个深刻的讨论，也希望能够达成刚才委员特别提到哦，让学校能够在相关的多元的管理的方式之下，能够维护的学生安全，但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限制。好。那这里提到呢，性别平等委员会呢，这里就牵涉到的，就是说我们教育部有个性别平等委员会，但是呢，对这性别平等委员会的这个委员的这个遴选的机制呢，其实当然是从上一届哈、哦，就我们一直在的要求，就是要求教育部好、哦、对性别平等委员会的这些委员的遴选的这个作业的规范呢，应该要有所修正，而且应该要公开透明。但是呢，非常遗憾，当然上一任的这个部长已经下台了，但是呢，一直就是没有好好去处理，也不理我们。然后呢，现在新的一届的这个委员呢，当然是在今年的三月已经产生了，也不是部长能够知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过去呢，我们没办法处理，但是未来呢，我想在部长任内还是会有这个聘请这个新的委员的一个机会。因此，我们觉得说制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这所谓的性平委员的这整个一个遴选的机制啊，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作业规范呢，应该整个去重新的一个去检讨，怎么样能够呢去聘请到真正的能够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一个专家，而不是呢这个只是讲说啊、哦、我必须要多元，所以呢正反的这个方向完全对性别的概念都没有的。这些人他也可以打着他是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在里面发表一些对这种对性别歧视的言论，那这是非常糟糕的。那当然在这个第六届的委员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第七届的委员我们看到他的同质性很高，尤其非常多的校长。那我们会觉得说在这里我们希望的一方面你们去修改你们的遴选规范，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希望是说对这整个性别平等委员会开会的过程这些的会议记录应该要全面上网公告。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行政院或是说好即使我们的立法院，我们现在今天的所有的咨询全部都即时转播，虽然我不要求到你们全部都即时转播，但至少你们应该要把这次会议的过程、会议的内容、每一个委员的发言，因为我想课者是非常重要的，是今天他代表着是所有的民间团体的代表，然后他去呢去当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他的发言必须要经过检视，也必须要经过课责。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希望能够上网公告，然后公开、哦、让所有的人民呢大家都能够检视，那也希望说这些的委员能够趁机的去发表他们言论，是不是可以？好，是，谢谢委员。好，谢谢有委员。好，谢谢部长。啊，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好，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徐真卫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不在。好，请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潘部长。好，请潘部长。陈委员好。部长好。这个我来自高雄。是。那过去啊，在我们台湾的医界有所谓的北台大南高医，那高雄医学大学也就是前身高雄医学院，为台湾这个培养了相当多的，不管在临床或者是基础医学的一个人才。所以今天高医发生的这个透明革命啊，那事实上是引起相当大，不管是在医界啊，高医的校友，或者是在高雄，
大家都给予相当大的一个关注。那学生的一个诉求非常清楚，就是认为说董事会的一个运作应该透明化。那另外他们也强烈的反对啊这个所谓的一个院校分离啊，那万年董事会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说整个高一啊逐渐的这种财团化私有化的一个现象，那在校友圈或者是在高雄是引起相当大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我们教育部啊，就目前的一个争议，我想部长这个也非常的清楚了哈。那就怎么样去处理说，在回应整个啊，不管是高一校友或者是学生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期待啊，那跟怎么样去改革这个相关私校的这个董事会，那甚至怎么样在关键的时刻啊，能够推动高一的一个改革一把，那我想是我们新任的这个潘部长教育部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不晓得说啊，这些相关的这些诉求啊，包括董事会的改革也好，或者是院校这个不应该分离的相关的这个主张，我不晓得教育部有没有一些看法。是，谢谢陈委员哈，因为之前啊，委员这边也特别有提醒、也指教哈，对高一大的情形哈，那我也这部分呢有初步的一个了解哈。那目前让教育部针对私校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这个权责啊，哈，那对于目前可能在学生所提的诉求哈，当然还有其他面向啊，这部分确实是教育部啊也会依权责啊来做处理哈，来做一个监督哈。那尤其是目前他们所提报有关董事会的董事的这个啊，因为还有一些疑义哈，那所以目前也尚未进行进一步的核定。那至于说对于这个后续啊，董事会的这些监督等等的哈，因为我想我们大院委员呢、啊、也有很多的关注哈，对于这个未来董事会参与在私校法上面呢、啊，应该来给在法制上的这样的一些监理哈，我想这部分应该也很快的会有讨论。那教育部的立场当然应该要去特别在这上面呢、啊，也为这个整个全民跟社会啊，哦，不管不是只针对哪一个单一学校，能够在私校的监理上面啊，有更进一步啊，让不管董事会的组成啊，或他的财务或他的校务的运作啊，更加的透明。啊，那个部长，我手上了哈，我等一下也可以给部长啊，是手上是当时这个高一的这个创办人杜聪明博士当时一个完整的一个证件啊，包括说这个高一的创设他的当时出资。跟筹设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来源，跟陈家，也就是当时的陈启川先生的捐地的整个过程。那事实上，你从过去的这些历史的一个文献资料来看，高一是属于当时最主要的一个出资人，是由杜聪明博士跟徐棒新博士啊，跟很多热心于医学教育的这些相关人士的一个捐款，为大宗的这个捐款比例所出资而成立的。所以简单讲，学生的诉求也好，或从整个过去的一个历史的资料来看，高一是毋庸置疑是属于所谓的一个公共财。但是从民国四十几年开始到现在，逐渐的因为董事会的章程修改，或者是因为董事的一个指派，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董事会都是由陈家掌控。那最扯的就是说，最近他们在推动的所谓的一个院校分离，这个部长，高一啊，高雄这个高一的附设医院营收一年大概100亿到120亿左右，累计20年的盈余超过50亿。那我很难想象哦，在基础医学的研究要花那么大笔的一个经费，包括学校或者是这个师资或者是教舍的一个新建跟整个基础医学的研究，你只要院校分离之后啊，医院的这些盈余只要按照私校法50条的规定跟高一的捐助章程第4章25节的规定，这些盈余本来在保留款就应该要运用于学校一个校育基金的应用，所以我很难想象现在的这个董事会啊，想要把这个院校把它分离，成立个别成立单独的两个基金会，我认为这样是非常非常严重，未来会妨碍到整个不仅是违法而已啊，而且会妨碍到整个高一整个未来这个整个学校跟整个基础医学的一个研究。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岌岌为不可啦、哦、所以我这个我不晓得部长你的看法怎么样。是我跟委员报告，刚才委员特别提到，依目前私校法私校本来就是一个公共财，
那么对于整个这部分呢、啊，从在整个私有化的这部分呢、啊，我想这个是依法哈，我想在这方面呢、啊、是有背离。那刚委员特别提到对于他们在进行当中有关这个要把校跟院呢、啊、分离哈，或是有关财务人士的部分呢、啊，那么教育部也组成了专案小组，会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依照私校法29条这方面呢、啊，来做我们的这方面的调查跟了解啊。我希望这个部长你能够持续关注啊，是这个我们在我们高雄发生的这个透明革命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在5月24号高一董事会，当时虽然是因为学生冲进去留会了哈，但是会中啊这个提出在5月30到6月3号活动。这个及教师联署事件啊，董事会要求学校要做妥善处理。那假如啦哈，我是比较担心说，董事会不管是他带的一个权责方案，他也无权要求说校方去对于学生的一些行为做一些相关的惩处，或者是这个带校规的一个惩处，这个是违反整个董事会跟学校运作分离的一个原则啦哈。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个万一啦哈，就请教一下部长，万一发生说对于这些学生的这些。这个校规的一个处置，董事会做这种决议，那这种处分呢、啊，或者是说对于这种用校规来做处理，这不我不晓得部长的一个看法怎么样？是教育部打算怎么处理？因为学生的奖惩我们也说他本来就有一个规循哈，这部分也应该是在学校的这部分呢、啊，依照这个做法。当然，如果这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诉求或争议而引发的这些程度，我想教育部会特别来关注哈，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说对学生。这方面惩处，我想这个教育部会进一步的来做。万一他有做这个处理，教育部一定去做是否做适切的这样的处置。好，这个部长，我最后了，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是建议了哈。是。因为这个坦白讲，高一只是反映了一些私立大学普遍的一个现象哈。简单讲，它是登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很多的私立大学里头，不管它的董事会的一个运作，或者是。很多的这一个相关，他跟学校跟这个他的一个附啊，这个所谓的附设机构之间衍生的这些财务的这些问题，高一只是冰山一角了，所以我支持高一的透明革命，是在于说他们反映了一个是对大学私校的这些一个改革，然后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说在整个私校法的一个修法里头，这些董事会能够逐一的朝向一些公益化的一个发展，不应该。哦，让整个未来的这个私立大学的这个董事会逐渐的这种私有化，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个公益董事啦，我知道教育部有一些想法啦，哦，说什么这个人啊，这个安排了肥猫啊，或者是人太多不知道怎么派，中央政府在派这些国营事业的董事也好，独立董事也好，是几千个位置也在派，哦，所以你假如说对于只派一些有教育改革，或者是能够真正落实到整个这个教育改革啊，这个大学私校的这些改革的理念，去参与各校的这个董事，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私校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啦。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说部长能够在未来这个私校法修法的时候，能够逐渐的把这个私校能够逐渐的导向公益化啊。那最后，我真的还是要跟部长报告了啊，高一的这个事情是全台湾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说。这个部长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大力的来推动私校的一个改革啊！谢谢部长。好，谢谢陈委员，谢谢，谢谢，谢谢陈委员。好，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好，接下来请王定宇委员质询。谢谢主席，请部长。好，请潘部长。王委员好，部长不归刚刚好，辛苦哈。谢谢，谢谢。现在那个辅大的状况，刚才看起来应该不管是削减或其他方式，已经有一个好的方向来走了哈。是，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哈，因为7年来辅大的女监的问题，包含取消他们女生宿舍干部选举的问题，7年来。这群年轻学生的声音竟然都没有被处理，7年，所以就你的了解，这个事情纵使现在落幕，可是可以显示过去7年，教育部也好，高教也好，或者辅大也好，
对于这样的声音，它是可以忽视的，因为没有人会处理，它是可以把它处理掉的，因为没有人会在意，所以才演变到最后还弄到绝食。所以就部长来看，过去七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浮不上来，是校园不够民主，是学校太过恶霸，还是教育部漠视所有的声音？谢谢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当然过去七年这个我要可能要再进一步的去做了解，但从这几天尤其辅大的我们的同学开始为了提出这个解禁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包含性平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他们付出代价。我在讲的是说，现在也许有一个好的落幕了，这个落幕是来自于冲击，来自于冲突，来自于妥协，那个是最后的阶段了。可是我们看这个问题是六年的时间，不同的声音，学生的想法也许不见得成熟，可有没有人去处理？就你的了解，是如果以辅大他们经过这七年应该说这样的诉求一直应该没有被得到没有人处理啊。回应，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辅大是一个事件，是也许在某某学校也有类似的声音没有被听见，也许是对教学品质，也许是对我们这个学费，也许是对学校某个老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教育部亡羊补牢，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如果是突发性的，我还不能见怪你。可是教学生的讲法，七年来这个声音不断的发出，没有被重视，就表示我们现有的机制上有些东西我们摸不到、看不到或者无所谓。所以本席今天要跟你讨论这个私校的问题，就是刚才前面委员也提到了，不管高一或什么，很多私立学校陆续发生了一些管理，在资本家，也就是董事会，跟专业的 CEO 就校长、校务之间产生了一个问题，而且不只是在大学这一块，高中这一块也很严重。我今天早上，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台南昆山中学老师写给我的 LINE， 他上面就写了"救救大家吧"。他为什么要写"救救大家"吗？以前媒体都报道都知道说，这个私立中学昆山中学呢，原来的薪水就已经领不到，后来打六五折、打几折，在民国104年，经过团体协议，希望得到解决。结果呢，104学年度开始，研究补助费砍到零，津贴不发，辅导费超时终点费拖欠，兼任行政的职务加级每月积欠。你知道他们进去的老师一个月薪水多少？刚进到私立昆山中学的之前的老师，一个月薪水不到20000块。部长，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吗？你知道一个月18000、19000的老师，在学校教中学，然后我们现在大学有些类似像财务的问题，我们部里面可以做什么？我查了，你们大概就派人访视，发文要求改善，不改善我就扣补助款。再不听话我就减班，最严重我还可以吓吓你，我要你停招。然后因为这些，我们现在的做法成为校方拿来告诉老师说，你再继续投诉我们就减班，你薪水就更低，你再继续投诉我们就关起来了，你就没工作，所以你就不要闹不要吵。所以老师就分了两派，一派乖乖，一派四处求援。我要问部教育部的，就是说我们上次还在讨论私校法要修法，长期以来私校法好像一块禁脔，没有人敢碰，很伟大不能碰，资方的权力很大。可是我们看到我们70%的孩子在私立的教育里面慢慢被牺牲，老师薪水19000、20000不到的那个教育品质怎么可能期望？可家长付的是私立学校学费，买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部长你现在刚接任，私校法我们本院现在也在审议当中，你对这样私校的乱象，除了访视、改善、扣款以外，有没有别的做法？跟委员报告，委员刚才所提的，确实是目前在私校里面有一些这样的状况。那教育部刚才委员所提的这几个，大概都是依法去做这个行政的处置。那确实，私校的经营应该朝更透明然后这样的一个建，所以你的依法无效啊？对的。你知道昆山中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你汇报像昆山中学。我们以为104年团体协议完了没事了，可到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70到80几个老师离开教育工作岗位了，有人一辈子不愿意再教书了，也就是你现在的依法的做法无效啊。是，
我跟委员在补充的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教育部依这个去做监督，但是事实上董事会的运作其实是要更长期性的透明。所以在这一次，我想有几位委员都在关注我们整个私校法的修法。那么对于私校常态的平常的这些运作啊，应该要有更好的建立机制。我们今天谈的是大专以上的学费的调整。如果长期，你看这些孩子哈，长期在私立的教育体系，看到爸爸妈妈很辛苦，交的学费比人家还贵。然后是这种教育品质，用 iPad 的钱拿给我的一个不知道什么配，然后呢，我得到教育品质没有那么好，我一路往上走，走到读大学的时候，你突然要给我涨学费，他当然会暴怒嘛。我们对不起他，我们没有好好管理这一块啊。他们的学费真的是比公立的贵太多，得到的品质又差太多。当然有很好的私立学校，也有很好的贵族学校，可我们讲持平来论，我们越偏乡看到私立学校，我们对不起那些孩子跟付钱的家长。所以我今天特别点这个学校问题，就是说中学一直到大学私立这一块，我们不能只看到成本，我们计算所得薪资所得成长，我们计算的那个我们的购买力提高，我们就涨了 1.25% 的学费。教育部长不能只看这个，所有的部会教育部最不应该只看这个，是因为你处理是百年大计。所以就类似昆山中学这个案子，除了修法，我们曾经提过，不管是独立的董事、家族不可以超过1/5，那个修法部分，我觉得教育委员会他们提的版本都相当好了。可是就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部长能不能把他们董事会的会议记录通通公告出来，把财报透明化出来？应该有吗？可不可以要得到？刚才委员提到哈，同仁提到目前所提的这些，他是必须要公开出来的。他们要不到，他们教师会拿不到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问题在哪里。我你们有做法，我知道。现在就是，我现在只举个例子，很多啊，急人啊，很多学校，当这些学校还没有出问题前，你们应该会有一些征兆。所以部长，我觉得透明化用透明化来监督是防弊的好方法。所以昆山中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他的财报，他的每一次董事会做的决议，我们就把它公告出来。教师会要我给你，家长会要我给你，地检署要我也给你啊，当然要给。然后去检视他每一次的决策，每一次的采购，每一次的人事任命。我们也许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让问题提早预防跟阻止，这样可以吗？是哦，所以我就说，不管是辅大发生的问题，或者私立中学、私立高中职，甚至我们的学杂费调涨的问题，透明化的资讯，提早的预防。无效的行政作为要及早调整，否则人民没有耐心的。好，谢谢部长。好，谢谢王委员。是。好，谢谢王委员。好，谢谢。接下来请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好，接下来请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啊，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陈罗珀委员，陈罗珀委员，陈罗珀委员不在。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好，接下来请施一方委员咨询。好，谢谢。有请部长。好，请潘部长。苏委员好。部长好，我知道你来自基层，所以你应该对整个教育的制度相当的熟悉，相当的了解。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就是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依大学法是怎么样产生？这部目前是由学校哈那组成了校长遴选委员会，之后透过这个程序，然后把相关的人选再建议到教育部，大致的程序是如此。他是在大学法的第6条。那遴选制度里面在现阶段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跟委员报告，当然我了解的可能是部分了，因为遴选的过程也会形成学校也许是支持者或不支持者，那么这些年下来也确实在校园产生一些这个整个校园凝聚力甚至有一些可能分成了不同的次团这样的方式确实也在几个学校校长遴选产生的一些现象。是因为
整个校长的遴选里面，如果是一个政治的色情的话，那就是只问利，不会问理。那就教师来讲，教师可能在选校长的心理里面，他会认为说，只要这个校长对我有利的，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选他。那第二个，就遴选委员会来讲，他可能会考量这个校长的背景，或者是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政党色彩之类的。那就校长候选人来讲，他可能会面临到很多的黑函，很多的留言。那你认为在这个遴选的制度里面，未来会不会改变？当然，目前如果以大学而言，是依照大学法的这样的方式去实施啦，如果说大家进一步来去检讨这个制度啊，我想还是要从法治面啊，因为现在一个大学法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是以大学自主自治的这个概念哈，我想这个核心的概念应该也算在高教里面也有很多啊，是希望大学是应该有更大的自主跟发展的空间啊，当然校长遴选是其中的一环。如果说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啊、有一个更多的共识啦哈，来做这方面的讨论，我想教育部是可以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思考。我想你来自于基层哈，那其实，在大学遴选里面，大学校长遴选里面，它很容易产生外力的介入。那这个外力的介入的话，这个校长在办学里面怎么样去认真？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校友会的问题，或者是教师会的问题，或者是校务会议的教师的组成，这些等等的因素的介入，而造成辅导出来的这个遴选出来的这一位校长是一个儿皇帝。那这个儿皇帝怎么样去办理教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不知道部长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是，当然目前遴选委员会的组成也是多元哈，这包含也有教育部的这个推派的代表哈，还有来自几个面向哦，包含校友的代表。我想这个多元的组成也相对的会比较用多面向的这样方式啊，去为这个学校啊去找出这个更最适切的这个人选啊。哦，那当然刚才我也特别提到会不会有这些背后的一些影响或是有一些说服哦，我想这个在过往这个情况确实也有部分的干扰的因素在。我想学校是一个学术的殿堂，也是一个培植下一代优秀的学子的一个地方。那导入这个衔级的制度，我想本席也建议部长未来要去检讨这一块，因为学校不是一个选举的地方。好，那再下来就是有关于那个校务会议的部分，我要谈一下，就是有一些学校的校务会议，他会因为两派的人马不一，然后会在校务会议里面吵吵闹闹。那吵吵闹闹对整个学校的治学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所以未来在校务会议这一些教育部改善的教育部督导的这些部分，会不会针对这些学校的这些条文啊之类的做一些比较彻底的一些改善？是跟委员报告哈，校务会议目前大概都是各校啊在做重要校务做决策的一个机制哈，我想这个也是符合整个民主化的这个进程了。那么对于这些校务委员校务会议参与的委员哈，因为是学校规模而有不同，但是在这一部分呢、啊，我一直觉得如果在校内啦哦，那么应该也要有机会让多元的这个一些意见哈、哦，是在这个会议当中能够去呈现。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只是在引导各方面呢、啊。我觉得作为比如校长这个领导人哦，是应该也是一个、啊、要凝聚透过多元的意见参与之后，但能够去形成共识，我想这是一个领导者应该要有的营造一个学校的氛围啊。好，那这么多年里面哈、哦，一直在谈到大学并校的问题，那未来在您施政的部分，大学并校的这个部分的方向是什么？跟委员报告哈，100年教育部确实有一个这样的并校的一个办法哈，但这个办法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哈，绝对不能为并而合并哦。那么尤其是如果学校由下而上也觉得学校合并了以后啊，有相互互补，能够产生更大效能的，教育部绝对是乐观这样的情况，也愿意啊给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来协助，让它并校后的效益是大的哦。但是绝对不能说有一个设定一个目标，我们就是要一年里面要几个并校案哦，这个可能也产生更大的冲突。
好，那部长，就你认知哈，在病校里面产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个我想哦，来自不同机关，我自己也经历过两个不同机关的整并，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还有一些啊，是实质上，比如区域很广哦，还有在于病校后啊，那个主客的问题啊，都是容易啊成为原来组织成员里面啊感情因素里面啊，所以很多病校后都要一段时间啊去把大家磨合在一起。好，我是来自于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生哈，也是今年的博士班毕业哈。那病校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校名，校名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未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希望部长要好好的去对于这个校名的整并的部分，要做一个实质上的哈，实质上的去把它规划好，因为这会让区域的整个人际的关系会变得相当的差，人的关系会变得相当的不好。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把大学并校了以后，让它的规模也好，或者是资源也好，重新再整并变得更好。但是还没并以前，就大家的关系就已经很不好了。那过去你认为说一些教育的失败的制度在哪个地方？跟我们报告哈，因为我们的教育啊，当然我想大家也都理解，长期我们因为考试啊，去引导了课程，引导了老师的教学哈，包含学生的学习。哎，这个很好哈。那过去的这些失败里面，我一个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整个内部的部分哈，人事的部分，我想应该要适才适用。所以部长你应该做一个衡量里面去检视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这个制度里面是由谁定定了以后，一直到坚持这些制度，然后做成一个大家都认为相当不好的一个制度。那最后一点，因为我时间也到了，最后一点我要谈到一下技职教育。我想国内的营造工程里面，它整个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因为技职教育整个没落了，那没落以后造成我们一个工业的教育的这个部分没落，这个部分我希望部长要列为未来的重点，因为我们的专科学校、我们的技术学院整个都消失了，所以这个部分整个，如果你要像德国那么优秀的国家的话，工业的教育还是相当的重要。我以上建议，谢谢。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好，谢谢司委员。好，谢谢。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委员徐真卫。至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作如下决定：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我们现在来处理临时提案。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由委员提出临时提案计七案，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就你目前教育部性别平等委教育委员会之遴选未制度化，且多次发生遴聘无性别意识或有违反性别平等言论委员之情形，之类不适任之性平教育委员，亦未有适当之退场机制，而委员会会议记录简化缺漏，全国性平教育相关法规、政策及年度实施计划等决策黑箱化，更使民间对性平教育委员之监督无从进行，致使性别平等教育之目标无从实现。原请教育部完整公开教育部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并邀请学者、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举办公听会，拟定教育部性别平等委员会遴选办法及不适任委员之退场机制，于一个月内提交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委员吴思瑶、尤美女。林蜀伦委员、郑烈万坚、钟嘉宾、黄国书。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教育部有没有意见？是跟主席报告，也跟委员报告，是不是有几个文字啊？哦，来做一个建议修正。好，就是把教育部最后倒数第三行哈，教育部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遴选办法两个字，是不是建议改成规范？啊，另外是。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征求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啊？以上建请是不是可以做修正？教育部的文字修正委员有没有意见？可以了，可以了哈。好，好，谢谢。好，本案
文字修正后通过。好，下一案。第二案，在国内经济景气低迷，工资涨幅远不及大学学费的调涨比例，尤其在城乡差距、贫富差悬殊加大、公私立学校收费明显差异，以及私校大学生多数来自于中下阶层的情况下，更加深了弱势家庭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负担。所以此时调涨学费，形同残害弱势学生，并提高学生家长负担。再者，专科以上学校学杂费索取办法，对于学校财务是否透明与健全、审议程序、审议公开资讯、审议小组成员是否有合理比例分配及专业会计师的协助，皆无明确之规范，容易有黑箱作业之嫌。因此，建请教育部退回14所公私立大专院校调涨学杂费申请案，及必须建立健全透明之审议制度。教育部应于上个月内修改专科以上学校学杂费索取办法，并送本院审议。提案人委员高建树梅，联署人委员吴思瑶、张廖万坚、李立芬、黄国书。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教育部有没有意见？是，主席跟委员报告，我想有几个用词是不是也同意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修正？好，啊，倒数第三行，建请教育部退，因为现在已经在程序在办理了，是不是？建议文字修改为从严审议，然后14所公私立学校，以及最后两个字是并送本院备查，好不好？以上是不是建议？好，教育部的文字修正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照教育部修正文字后通过。好，下一案。谢谢。第三案，四大院2017仅剩一年三个月筹备期，各项软硬体准备亟待中央协力。建请教育部整合体育署、高教师、技职师等单位，主动积极与北市府进行协调，提供以下协助：一、如期完成大专院校至四大院场馆整建工程，其中工程延宕如国立体育大学游泳池、辅大田径场，应积极提出替代方案；二、网球中心新建经费因流标三次，物价上扬而调整增加3亿6847万元，请教育部协助补助工程调拨预算，以北市府均摊经费；三、请教育部体育署协调体育相关协会及组织举办之其他运动赛事，错开2017四大运赛会期间；四、各大专院校之台北四大运场馆营运管理，应提早准备规划，并要求各校与北市府建立沟通平台；五、全力协助大学校园宣传2017四大运，鼓励学生踊跃参与。好，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张廖万坚、李立芬、高建树美、黄国书。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教育部有没有意见？好，主席不好意思，只是一个第二点，一个程序的，第二点，好，但是也是跟原来吴委员的建议方向是一致，因为程序上，所以第二点的第二行，请教育部协助，后面是不是修正为向行政院争取与筹办计划经费的范围内，那么以中央比例予以补助，这是一个程序了。懂了。我们一样是二分之一。均摊了哈，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45:45，然后再自筹10%嘛，所以就是1:1来均摊。是。好，昨天有跟柯市长有这个部分有共识嘛？有。是，谢谢，全力来支持。好，教育部的文字修正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照教育部文字修正案通过。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四案，辅大社科学院性侵案事发一年，但辅大校方处理多项违反性别平等法制规范，如系方企图掩盖报案，阻挠学生制作笔录，且未依法三日内组成性别平等委员会，启动教育部性别平等委员会展开调查等。建请教育部即刻针对辅大性侵召开部级性别平等委员会调查全案事实及厘清处理方式之疏失，并依法对掩盖校园性事件之失职人员进行处罚就责，以遏止各校违法涉案，并强化各级学校性平会功能及深化性别平等教育，以落实校园性别平权。提案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张廖万坚、黄国书、高建树美、李立芬。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部长，我再确认一下，刚刚您在回复我的答询的时候是说你要召开专案调查小组吗？已经组成。好，所以这边是不是那个文字，你们是不是有建议修正的文字？来，您说明一下好吗？好，请教育部。好，我跟主席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这个提案。
还是个文字修正哈、哦，第二行倒数的最后一句哈、哦，我们前位应该是有无啦哈、哦，我们就因为要调查，我们就确认一下有无委有无送交、性别平等委员会调查处理、然后接下去第四行，针对辅大性侵，依法组成调查小组，然后以下就依照委员提案的文字。辅大性侵案依法组成调查小组，是好，那就是要。对于失职人员要处罚就责，我们是调查结果之后会依法来做处置。啊，对不起，我后面可以加一下啦。他的报要好了，没关系，反正就是要来跟我们报告就对了，好不好？办理状况，好，没问题。谢谢赵伟，谢谢。赵伟有意见，书面报告好不好？好，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好，后面就是按照刚刚教育部的修正文字，然后后面再加一段哈，并以书面报告向本委员会。提送好，好，喂，没有其他意见，那按照刚刚的修正文字通过。好，下一案。第五案，针对辅大宿舍校训管理男女不一，涉及性别歧视、性暴学生绝食抗议、争取权利一案，建请教育部全面普查全国各大专院校宿舍管理规范，检讨不合时宜，影响学生自主及自治精神，涉及违反性别平权之过当管理事项，进行全面改善，并应即即刻。应即刻启动全国大专院校沟通会议，在尊重各校自主的前提下，以更科学化的安全管理取代校训规定，让校园自治符合新时代的进步精神。提案人委员吴思瑶，原署人委员张廖万坚、黄国书、高进树美、李立芬。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报告赵委有个错字。对不起，各大专院校不是大专院长，是大专院校第二行打错。第二行。哦，对对对，大专校院长宿舍要管理。各大专院校。好，对不起，文字修正哈，是长改成校。好，好，连署人加苏巧慧委员，还有钟嘉宾委员。好，还有陈学胜招委，还有。柯志恩委员，哦，学务长不方便，好。谢谢支持辅大的一天，谢谢。好，再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遵照委员遵照谢谢办理。好，本案做那个文字好修正通过哈。好，下一案。第六案，为确保校园治安，教育部应坚守立场，率先表态，强烈反对并严格禁止含有。莱克巴多胺、瘦肉精的肉品、包括美牛等及其加工制品食物进入校园，以保障孩童身心健康。提案人委员陈学胜、蒋乃馨，联署人委员柯志恩、吴志扬。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就好了。刚刚讲过了、我是写美牛，我写美牛点点点呢、欸。好了，没关系啊，教育部、哦，因为这样子了哈。第七案好像。第六案跟第七案两个案子，其实是性质一样了哈。我们可不可以并案了？并案来讨论好不好？就两案子给他通过、啊。并案。来，大家表示意见。好了。众嘉宾委员。你就提案人嘛。那我们就。第六案就并入第七案，意思是一样的嘛，就以第七案为主嘛。因为第七案这样子好不好？好，来第七案也宣读一下。第七案有关中小学校午餐之供应，为确保学生之饮食健康，教育部应鼓励优先采用在地当地之食材，针对特定地区食材之禁止食用，请教育部依卫福部专业之评估及相关规定办理。提案人委员张廖万坚，点署人委员许世杰、何新纯。众嘉宾黄国书、吴思瑶，我第七案可以加入联署，也请大家加入第六案联署。好，第七案陈学胜加入联署，我柯志恩加入联署，苏巧慧加入联署。那第六案有没有委员要加入联署呢？没有，没有。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通过第七案了，好不好？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含在里面，通过了，含在里面的啦，一起通过了，好不好？
没什么好害怕。你看，那个教育部来，教育部意见是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我想谢谢委员对我们协同午餐的关心了哦。那以目前两岸哦，那么我早上也特别表达哦，那么是第七案的这样的一个前提，而且我们如果卫福部的这个专业的评估，我想对协同安全的午餐的维护啊，应该是更专业了哦。所以我想教育部针对第七案啊，也会以这样的立场来执行。哎，是。好，教育部的意见，就是第七案哦，它是针对特定地区食材之禁止使用，是啊，赞成啊，赞成啊，赞成，完全赞成。所以第六案也没什么争议啊，我只写美牛点点点的，我没有写没什么，对不对？来，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那个农业先要表示一下意见了哈，因为其实第六案哈，其实意思跟第七案的提议差不多，只是它明显的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了。针对，所以如果说把第七案、第六案并入到第七案，以第七案的精神涵括是可以包含了第六案的内容。那至于说确定的确切的地区还是品类啊品项，那因为教育部会再根据卫福部的专业评估后去定嘛，这样子容有一些裁量的余地会比较好。那如果你第六案跟第七案同时通过，第六案那个就是只有很局限在特定的项目上，我是觉得虽然有点点点，但是呢这个点点点未来怎么去认定比较缺乏一个说明，所以我是建议把第六案并入第七案，让教育部比较好执行。好，不，教育部就回去研究办理就好了嘛，对不对？我已经给你很大的空间了，研究办理，我没叫你遵照办理，研究办理啊，好不好？对啊，赵委员还有没有意见？我写得很中性哎，真的男女都可以通用啊，真的。啊，教育部的立场了，教育部，是我想委员，因为刚刚委员的指教哈，确实两岸并哈并到第七案的，不管在维护的精神一致哈，那它的范围其实是更广泛了哦。这我想，如果能够并案来处理，教育部也依照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啊来做我们后续办理的一个餐具。好啊。那学生委员、柯志恩委员都并入第七案的联署人，好不好？好不好？并入那六七案，我们就让他去参考办理就好了，好不好？以第七案来办理了。好，以第七案来办理第六案。第六案的精神，然后以第七案来办理。好，第六案的精神纳入思考，第七案的实质。尊重第六案的原则，哈。那我们通过第七案，好不好？好。好，以上非常感谢。不要怕，谢谢，我保你继续做满事。好，报告委员会今日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谢谢。也辛苦了，谢谢。好，谢谢。哎，去甲陈学圣感谢，去甲陈学圣感谢。